其实你不必来的，难得回家。没什么，我就是突然想见你。如果不是，我真应该亲自去拜访你的父母和哥哥。小资，太好。 对不起啊，我不是存心的。你没错，是小资他没办法，他没办法应付。我听华老那人说，他回去了。其实没有，他去了寒山寺。 放心吧，我会找时间跟他好好聊聊的。其实，我就是想让他们兄弟两个见一面。 可事情不能这么做，这么做只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。 小资的自尊心特别强，你这么做是在伤害他。我可以解释。我明白。我只是觉得，我们每天过得忙忙碌碌的，我怕万一哪天。